过来是这个澎湖的跨海的马拉松，十一月初一要来举办。今年这场的比赛，方讲是龙虾马，也就是龙虾马拉松。因为这个沿路的美食的补给站有龙虾汤食，来参加比赛，阁会当抽龙虾大奖。若是比赛有吊顶，嘛会当甲大只龙虾砸转去。海产料理阁加油声，澎湖跨海马拉松要到啊！十一月七日正式举行，吸引将近3000名选手报名。全马是42公里，选手应体验全台唯一跨海加跳岛的比赛路线，为西施出发，沿路欣赏海景甲特殊地形，经过白沙、乌溪，阁回到马景的观音亭。龙虾、水果沙拉、土土鱼酥，阁上鱼烧，十个美食的补给站全面的升级，要替这些选手好好啊加油。这个路线是我真的非常喜欢，而且所有景点我感觉都可以一次逛到的。台中人王新田甲超马高手林义杰对这料理拢真学了，主办当年更加宣布讲，阁大奖通溜。我们今年主轴就是龙虾嘛，那龙虾有多大呢？其实龙虾可以让你背着背回家。八只龙虾要参加比赛，人试手气，还有32只会送予得奖的选手。加精心设计、变装打扮的参赛者，就是要大家吃到欢喜，明年还佫想要来参加。